今天早上 po 了一个影片哈，那是有关于用法，那这个用法就牵涉到打手歌的牵动、引进、落空和击出啊。来，我讲讲什么叫做牵动。你扮演攻的啊，攻来我就用牵的啊，来你扮演一攻，这是不是在牵呢、这是不是在引进呢、那这个是在拨你不是啊，这个在顶你的呢，对，那这个是不是在牵呢、是不是在牵呢、有没有力量啊？没有，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牵引往空的，不管你是往这边往哪、再来一下，这个叫牵呢、对不对？你感觉到什么东西好像合为一体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叫牵，哎，牵引嘛。当然你现在不是打我，哎，他进来了，这还是在牵，你懂这件事？你进步也好或者退步也好，这就是相互之间的牵。但是你是在主攻，我是在做那个，这边是牵牵牵牵，那这边有了我就牵牵牵，哎哎，往下牵，往上牵，往这牵，往这牵，对不对？那我合了呢，合了是不是就出去了？你发现你挡都挡不住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挡呢，如果是这样已经有挡了，对不对？我这合就合不出去了。那如果他是处在空的地方，是不是空的？是，你就是用感觉的。如果这边呢不空，你先不必急，你先感觉不空，对不对？这个呢不空，这个呢不空，那这三点都是空的呢，就没有牵引。现在还没空啊，因为你我这个机势还不对啊，直到你攻过来或者你怎么样没关系，你不攻也可以，而牵往上牵，好，这个机势到了，机势到了，不是这个手啊，如果是手呢你会打回来啊，我说不是手，你这没有吧，我说过不是手，那不是手从哪，我这也没有，这一点也没有，从脚步，因为脚你不会知道嘛，是啊，因为接触点我也是在防你这边的、这一点没有，如果我有你就感觉得到、对嘛，你只要有感觉你就可以用嘛，这边有你是不是感觉，如果这边有你是不是有感觉，如果这一点有你是不是有感觉，那这四点一二三四啊，四点都没有，这边都放空，你放空我就牵啊，因为你这边延长这边缩啊，那我就牵了、这牵引是吗，还是空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了就有了、有是有可能是我打你、有可能是你打我、但没有呢，没有，没有就是空的，牵引落空、牵引落空，牵引落空是不是空的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动啊，就是空的嘛，但这个时候我不好打你，不好打你，因为我这个是两点，那我变一下好了，我的了，这边是不是空的，这空的了，所以我要发也要得机得势，要得到机会，要得到顺的空间，我才能够叫做合嘛，合了才能出，如果都不合了你进步攻过来，这不合啊，对了，我怎么攻、慢慢合的时候告诉我啊，这个合了，但现在又不合了，因为你已经沾到我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一攻你会知道、你会知道，然后你可以从这打用这边，你看，对吧？那不合呢，我这样把你松开又牵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还是不能打的啊，他合了，你是哪里合的？这个是慢动作啊，我这边已经要打到你了，那其实一下就合了，来，我出力就合了，我是在做慢动作给你看啊，好像杠杆力你可以知道，其实合只是一下了啊，合它有个叫什么急出嘛，等你出去了你都还没感觉，只是感觉崩
好，如果是这样，来，我和我慢慢出，你会感觉到了吗？因为你也会推我，来，我一松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慢动作，来，如果快动作了，哎，你还没有办法。刚刚那个落空了一下，我那力量就不见了。对，你说到答案了，因为落空力量就不见了，就急，急就是很快嘛，嗯，急出了。那个、时间我就是挨打了、啊。如果是慢动作，来，来，先压着，啊，来，你给我一下，你会不会打？那我哎空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慢动作呢？你会一直知道嘛？嗯。其实空了之后，啊，所以常常人家说，哎，我没空啊，那是叫你练习缓缓的。啊，但原则上就是这个是牵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有没力量？如果这样牵了、啊，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可以攻我的时候，我这个牵一定不对了。对，你攻我，那我就抗你啊。那最后就斗牛啦。那我牵你的时候，你能产生什么力量啊？我再上去就会有力量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往下压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叫支支，有没有？那你往下压，我就让你永远都，我也知道你往，你现在是不往这边攻，那我这样呢，那跟你对抗了，对不对？你明明往这攻呢，这是不是没有了？我先把你引进落空的时候告诉我。落空的时候我就打你了，是不是？你说力量突然消失了嘛？如果你始终都还有力量在，我能打你吗？不行啊，那变成牛对牛了哈。也不是说我一定是牛了，反正就是一个比喻了哈，说是在斗争的了，因为在争嘛。那这个时候我牵你，你有办法争吗？没办法。我的，因为你的力量在这了，那我就不能在这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这样了，这样了，这样了，这样了。你觉得你这个力量发得出来吗？不好。好，来，如果是这样了，是不是我有跟你抗争呢？那如果是这样，你觉得有抗争的时候告诉我，有抗争吗？哈，来，这样呢？没有。有没有抗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来，落空了，我就让你出去了。就是粘连连水不丢顶的时候，一旦落空，合了，对不对？就出去了。而且是很快的。没有什么脱泥带水啊。如果画的，脱个泥，然后带个水，这样子不行。你都知道不行啊，对不对？签。什么时候落空告诉我哈，是不是空啊？空的时候你会感觉不到，好像你自己觉得还站得稳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空间已经不对了，就是我从这边从这样打出去一个圈形打出去，如果它是空的，对不对？我是直立打不行了、这样子不行啊，所以它是曲中求直，哎，它是在曲里面，不是到末端有个直线吗？在曲来曲去，曲这边，那我不能这样打，因为你是往下压的，有没有？你这边有力啊，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舍了，舍己。那这边一个大洞，你为什么不往这边打？那我先感觉我要先走化嘛，我走化到了空，这边还没有空嘛，那空了，好，空了。我不能说只为了打人，我要依照，啊，落空，空了不是没力了。譬如说，来你攻过来，你还有没力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没有，你只是在防我嘛。如果这样呢？这样子有。对嘛，我打起来不是费力吗？那这样空了，我就已经把你出去了，因为你这边没有东西啊。是不是没有东西？没有。你只是知道我有啊，但是我又不这样。又没有了，好，我的了，你自己丢空了，对不对？你是想哎，所以太极拳都是来牵落，哎，空了。
白话一点就是这样，天落空，你好像都来不及嘛，其实就是这个天落空，因为你要跟我这个我就空了，对不对？来做慢动作，引进落空，那你要挡我这边呢，我可以这样打啊，因为你身体往那倒的啊，我又不是压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边低这边高，来，我先用这边压你，你这个力量就来了嘛。问题我不压你，这边是空的嘛，这样子我还是很危险。对啊，你这样打我脚步动一下嘛，这样，因为一旦空了，就他一直抓着这个空的机会里面。好了，这是不是钱，只是还没有落空啊，因为这一点是吧，我一打你会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从这反应？那我不要从这反应呢、啊、那你又知道了，那我继续签嘛，哎，空了。因为在绕进行当中我会感觉空，而不是等到停到了。来，如果空了我停了，那我怎么打？打那不行啊，我一定是在绕圈圈里面，哎，我这样打了，因为你的感觉在房这边，我就哎，这样，这一手你不觉得吗？因为你在追这一只手，你一追我这个，哎，这样打了啊，我说破了，你往这，这就是签，但还没有落空嘛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但我可以这样打，我这样打，我步子换，套蛮多的，我想说我用一点力应该对，来，那我要怎么打你？不可能啦、啊，算蛮正式的，对，那我就换一下，来这样啦、啊。你正式了吗？化掉了，对，你化掉了嘛，对，你都有感觉，所以人到太极拳最后就是让人家不知道了、哦、这样才一点点，你不知道嘛，这样才一点点就化掉了，对，很快就化掉了，到最后练到就一点点就化掉了嘛，他我还跟你在争什么，好，走。那这个打手歌只是一个结果，来，什么叫结果？就是我签，哎，落空了。但是练法都在全经全论里面，对吧？譬如说，你来，近之则越长，是不是越来越长？俯之则弥深嘛，哎，你往上仰之则什么？越来越高，哎，左纵左虚，对不对？左边，我左边，哎，右边，右纵则右渺，对不对？下，反正就一语不能加。哎，你进步我也不管你，我顺便打你。为什么？来，你刚刚不是这个脚在后面吗？还在前面？来，你一进步，我是不是往这了？然后顺便打你。我是在顺便打你哎，不是等你站好了来。来，公公，你站好了，我再打你，那就打不动了。哦。来，你一攻。好了，这叫引进落空了。